亚东，这是我看到现在专业乐迷老师给出票数比较低的一个作品，我好开心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你站在他们角度，你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吗？因为他们是流行歌啊，他们是流行歌，是因为这个吗？对不对？老师们一定要听态度，这歌里没态度，就是这个感觉。 是，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是我认为，以我来说啊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。你觉得好吗？我觉得好，我觉得比，我觉得啊，我个人认为，因为那比刚才的谁好，我觉得都好。然后那个下一趴，对，当然他们刚才下一个乐队表演的，刚才的好，但是以我个人选择来说，我要去看演出，刚才就跟狼哥说似的，今天有。 有新裤子的，跟那小朋友又选谁？然后我肯定选看他们演出啊。对，因为我仿佛能学点什么。我跟他们学习，我觉得我能好像能学点什么啊，能给我点什么？我觉得好像能去融合的地方。对对对，有一种就是欣赏去了，有一种学习去了，就是这种啊。对这样的现场特别燥的，特别节奏特别强的，会更多的感染人，然后整个没有，还是唐唐先生。 范儿正的特别容易受欢迎，因为当爱变孔一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流行金属，那给我哒哒哒哒哒，我一出来，那失真级的那咕嘟嘟嘟嘟，一双踩一起来，这分儿已经就300了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他范儿正，他一上来梆，他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为什么会票？我觉得相对低，因为很多人不明白这要干嘛。嗯，你明白吧？因为他又不是 metal， 他也不是朋克，他是个什么？他什么都不是。然后，但是他恰恰就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叫做今天。 今天就是什么都不是的年代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今天，今年，比如说，所以说我会觉得咱们中国有时候说音乐特别奇怪，还在说谁朋克，说谁重金属，这事儿都已经过时这么多年了，谁还提这事儿啊？然后就是在于您现在在不在做新的音乐，或者您坚持不坚持在做音乐，这两件事已经很够了。其实什么风格啊，就那样而已，对不对？就是谁听着嗨什么是最重要啊，我觉得是这样。你不玩乐队了，你自己在玩什么音乐？我现在也是，都是在做 EDM 呀，因为我觉得那种音乐其实就是摇滚乐的一种分支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